捉咗嘅。好，各位台灣嘅市民，大家好，我哋香港政治咧，今日嚟到台灣嘅金閣道，嚟睇我哋演講街茶文。我係香港政治嘅主席，港島區嘅前立法會議員黃冠聰。大家好，我是香港政治的常委周庭。咁我哋今日咧，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台灣啦。我哋平時開街站咧，都會好少，即係唔會講好多嘢啦。咁我哋今日都希望成功將我哋過去一段時間咁樣嘅嘢啦，咁啊嚟到同大家分享啦。即係都希望近期嘅市民多啲互動講一啲唔同嘅主題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台灣啦。我哋平時開街站咧，都會好少，即係唔會講好多嘢啦。咁我哋今日都希望成功將我哋嘅嘢啦，咁啊嚟同大家分享啦。咁都希望近期嘅市民多啲互動講一啲唔同嘅主題嘅。咁今日咧，我哋呢個演講街站嘅名字就叫講唔停啦。咁咪唔知係咪你係唔知點解我平時有個名啦，不過唔緊要啦。其實咧，今日呢個我哋以往咧都會擺好多嘅街站，但一般嚟講，第一見到嘅即係政黨嘅街站咧，就係擺個大聲公，然之後有沓單張咁啊，我哋就嗌一啲好似一式一樣嘅講法啦，然後就派單張。但今次咧呢一個街站咧就唔係咁簡單啊，今次呢一個咧係一個演講站咧，亦都係我哋係好希望咧喺度同各位市民咧係討論一啲。我哋覺得好嚟緊咧，喺2018年，大家各位市民好應該關注嘅題目。咁雖然今日天氣好凍啦，但係都希望各位市民若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係停低一齊聽嘅。我哋今日嘅主題就叫法治風暴啦。咁我相信最近大家都聽到好多關於法治或者關於律政司嘅嘢啦。咁唔知道大家即係啲市民咧，見到我哋隔離發水塘嘅反，知唔知道最近邊個係新聞人物啊？有冇人講到個名出嚟啊？林鄭啊！嗱呢位林鄭都有出現嘅，但係頭先又係不嬲都新聞人物啦，不過最近咧陰謀等啦，咁但係最近咧就呢個律政司司長嘅鄭若驊啱啱委任咧，就滿城風雨喎。其實咧都唔好話啱啱委任咧，不如話佢上作為律政司司長上任嘅。第一日，我諗都過咗唔知有冇三個鐘咧，已經開始有第一單嘅醜聞出現啦，就係講緊咧佢呢一個僭建，佢屋企有僭建嘅問題咧，而且咧係比傳媒越揭越多啦。大家可以睇隔離呢一塊板呢度，我哋都畫咗咧究竟佢間大宅咧有幾多個僭建問題啦，即係唔係淨係天台屋啊？其實咧總共咧係有成9個問題咁多啊！係啊，真係非常之多感嘆號啊！即係佢間屋咧，其實同佢丈夫有一間獨立相連嘅。咁而總共咧，俾傳媒揭發到係有9次嘅地方咧係有僭建嘅問題啊！佢自己嗰間屋咧，多咗個天台屋啦，又多咗個地庫啦，外面又多咗啲鹽棚啦，兩間屋夾埋所僭建嘅面積咧係超過1500尺，其實本身就已經多過佢哋其中一間獨立屋嘅個面積㗎啦。即係呢啲發水樓都幾犀利。我諗咧，今次嗱，大家即係各位市民，最近你哋睇新聞啊，即係鄭若驊基本上唔係 A1 啊，就係 A2 版啦，基本上。咁而且佢都唔係就係僭建咁簡單啦。點解佢可以每日上到 A1 咧？因為每日咧佢都有新嘅新聞俾人揭發出嚟。譬如話咧，最近最有即係都好多回響、好多反響嘅咧，就係講緊啊，佢係涉嫌啊，係瞞騙啦，喺佢去涉嫌係瞞騙呢個按揭嘅問題，冇錯，係有40000蚊嘅按揭咧，係將因為佢最初咧交俾銀行嘅圖則咧，係冇交到咧佢僭建嘅嗰個地庫啊。咁呢一個直情係牽涉到一個法律嘅問題啦，就係究竟佢有冇犯法啊？係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啦，即係呢1-2個禮拜啦，我哋都見到高官嗰種有恃無恐啦，嗰個誠信嘅問題啦，甚至係會覺得。咁啊，出事咪出事啦，我都唔使講道理嘅，一副就係即係完全係旁若無人，自己有權大曬嘅樣子，係真係會令到小市民會覺得，到底呢個政府係咪為市民負責嘅咧？點解我哋會覺得鄭若驊司長佢僭建係咁嚴重咧？即係當然我哋可以睇下佢嘅背景先啦，即係話佢除咗係一個資深大律師之外咧，其實佢都係個土木工程師嚟嘅喎，佢仲要係。曾經係呢一個建築物條例上訴審裁團嘅主席，再加埋有一本法律嘅專業書咧，就叫做《香港建築法例與實務》嘅作者，裏面有個 chapter 有一欄咧就係講僭建嘅。
跟住原來咧，即係佢對錢見我相信都係人民高官裏面咧，應該係最熟悉或者其中一個最熟悉嘅人啦。畢竟都係個法律專業啦。佢又寫個書講錢見喎，但到頭嚟佢講乜嘢咧？已經講到好搞笑啦，係嘛？佢2008年買咗間翻嚟啊，2018年啦，都10年啦。佢話10年之間咧，竟然冇發現到自己嘅屋係錢見喎。佢原因就係太忙，政治敏感度低。公務繁忙啊嘛，公務大家都知道公務忙啦，咁但係公務繁忙同埋一隔你每日都進出嘅大屋，你竟然見唔到佢僭建，即係呢個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相信係不合理嘅一個辯解嚟嘅。即係假如你係一個腦袋又清醒啦，眼睛又雪亮啦，你10年裏面出出入入你屋企間屋3000多次，你會唔會係連佢多咗個天台屋？當咗地庫，當咗鹽塘，你都係睇唔到咧。咁如果嗰個思想真係睇唔到，我建議佢真係換埋隻眼啦。咁可能係隻眼出現問題。當然啦，鄭若驊都係有好多珠光嘅狡辯啊。譬如話，佢一上任嘅時候就俾人揭發有僭建啦，有天台屋。以下咧，其實佢第一個嘅解釋咧，就話其實嗰個天台屋喺佢搬入去嘅，但喺佢買入嗰個單位之前咧已經有啦。但係有傳媒咧，有同事揭發啦，因為傳媒就呢個神通廣大嘅 Google Earth 咧，就揾到呢個答案。原來咧喺鄭若驊買入嗰個單位之後咧，嗰、那個天台屋嘅形狀咧，先至係出現嘅喺呢個 Google Earth， 根據呢個 Google Earth 嘅衛星照片咯。咁所以咧，見到即係都唔知道究竟鄭若驊講緊嘅係大話定係真相。佢每日咧都有一個新嘅解釋出嚟啊，但係每日咧傳媒就會去查證佢嗰個解釋咧係咪正確。最後去到今日啦，佢依然咧都係呢個新聞嘅即係人物咧，每日咧都係上 A1 嘅。無論係佢由公司買到間大宅，即使我哋相信佢真係唔知道啦，定還是佢知道不過係知情不報啦。前者就係佢能力係好不足啦，竟然住咗10年都唔知自己屋企係僭建啦。後者就係誠信有問題啦，知道自己僭建但係隱瞞公眾，甚至係向銀行講大話啦。即係呢兩個嘅缺失咧，我相信都完全唔符合我哋對於律政司司司長嘅要求。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律政司司長佢角色係啲乜嘢呢？其實佢就係律政司最大嘅嗰個人嚟嘅，佢就負責去檢控啦，負責去告邊個人啦，佢負責去俾法律意見政府啦，佢負責去制定啊來年有啲乜嘢法例要推行啦。其實如果籠統啲咁樣講咧，佢係我哋法治制度當中嘅中流砥柱，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角色。有人會認為律政司司長係一國兩制當中守護香港法治嘅嗰個守護神嚟嘅。咁但係我哋見到今次律政司司長佢演咗個咩角色咧？就係一個一係能力有問題，一係誠信有問題，一係能力同誠信都有問題嘅一個司長。即市民對於司長嘅期望係非常之大嘅。假如佢繼續用一種講唔通嘅説法去做辯解，繼續係一種有恃無恐嘅嘴臉。繼續是一種明明都知道自己是講大話，仲要間若無其事，其實根本沒辦法服眾。而且呢，鄭若驊話佢公務繁忙，所以呢佢就沒發現自己在屋企入面的僭建啦。咁如果公務繁忙可以成為一個犯法嘅理由嘅話呢，我相信喺香港好多市民嘅有嘅呢一個即係冇標準工時嘅香港社會入面，即係將佢好多即係打工仔都係非常公務繁忙啦。哇！咁你咪可以不斷犯法咯？呢個亦都唔合理。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佢竟然可以將呢句説話講得出口嘅，可以對住記者嘅麥，對住媒體嘅麥咁樣去講得出口咧，亦都係非常荒謬嘅一件事。所以咧，我覺得而家香港打工仔咧，即係如果鄭華咁都捱得過咧，應該好開心。因為咧，佢每犯一次錯咧，都係司長做嘢做得唔好咧。咁咧，我話我請一個司長都係公務繁忙嘅，有咩事犯埋法都唔使咩啦。我個公務繁忙啦，香港有邊個打工仔唔公務繁忙咧？即係呢啲如果呢啲道理，即係見到個政府都係可以明目張膽咁樣係講呢啲歪理咧。即係我相信好多市民看在眼內咧，都係非常之滿意嘅。不過值得大家關注咧，唔單止係鄭若驊本人啊，而係咧究竟喺鄭若驊口吻出咗嚟之後咧，政府官員同埋建制派咧點樣去回應呢一啲事件啊？例如咧係喺立法會入邊咧，今日真係新鮮滾熱辣嘅新聞啊！今日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咧就開會，咁就討論咧應唔應該邀請鄭若驊上嚟咧，係
即係傾翻嗰啲最近發生啲咩事啦。咁民主派嘅議員就當然係支持邀請鄭若驊上嚟立法會問清問楚，究竟最近佢嘅真心上係點樣樣咧？但係咧，建制派嘅議員就好唔同啦。你建制派嘅議員咧，譬如即係李慧瓊就話咧，明白市民咧對於今次鄭若驊嘅事件都有好多關注。不過咧，呢一類嘅事情咧冇先例啊，所以咧我都係唔建議咧揾鄭若驊上嚟。哇，冇先例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唔請呢啲咁有爭議性嘅人物嚟立法會係做調查嘅，即係理由咧係非常不合理啊！真係計公務繁忙啊，政治敏感度不足啊，原來而家冇先例咧都可以係犯法嘅藉口嚟嘅，即係我哋見到咧。即係政府辯解為咗包庇下屬咧，嗰啲説法真係層出不窮，鑊鑊新鮮，鑊鑊金，越嚟越講咧，都覺得啊，其實呢個政府係咪已經唔識講道理嘅咧？係咪覺得為咗要包庇一個下屬，竟然連常理都可以拋棄咧？咁除咗鄭若驊嘅即係事件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事件咧，我哋都可以見到咧，政府咧係唔講道理之餘咧，亦都係不斷去違背緊香港，我哋一直香港人一直非常尊重嘅法治精神去到做事嘅。譬如以前我哋講緊當喺舊年有六位民選議員佢哋取消資格嘅時候咧，呢一個亦都涉及一個即人大釋法嘅問題啦。咁就見到不論係政府，亦或係北京咧，其實佢唔單止係唔講道理，想點就點啦，亦都係咧一直違背緊香港人真摯嘅法治精神去做事。係啊，講起人大釋法啦，今日我哋嘅主題叫法治風暴啦。我哋當然有一個新嘅政司司長，本身都係破綻缺點，就會形成咗一個輿論嘅風暴啦。但係法治嘅風暴咧，係一早已經發生咗啦，早喺2016年年尾啦，我哋已經有釋法嘅事件發生啦。咁而今次嘅釋法最令人詬病嘅地方咧，就係佢係好貫徹咗北京嘅官員話，法治作為一種武器。是去打壓市民，而不是作為一種對市民的保障，是去運用這個法律的。人大釋法到底有什麼問題呢？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是一個條文怎樣解釋、怎樣理解呢？去做喘息的那個權力應該要在法庭身上的，因為法官是受過法律專業的培訓，他們對於個條文要怎樣理解，譬如說要偷東西的，他有什麼條件之下才是偷了東西呢？我沒有問過你拿你的東西算不算偷東西呢？我冇問過你，你見唔到嘅情況之下，偷咗你拎咗你啲嘢，係咪先至算係偷嘢咧？即係林林種種唔同嘅定義係要靠法官去釐清。所以呢個法律釋法嘅權力咧，應該係要落喺有法律專業訓練嘅法官身上。咁但係香港嘅制度係好唔一樣。咁好多人都會話哇，咁基本法上面咧，其實都有講釋法啦。咁佢都係跟基本法做事啫，點解你班人要反對釋法啊？但我想大家要看清楚本身釋法的原意，就是剛才你都有說啦，其實根據香港是行一個普通法的制度，而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律的解釋權是應該落在當地的終審法院那裡，而不是落在一個政治機構那裡。但在香港呢，當然這個也涉及很多的歷史和政治的問題，這個我們的小憲法、基本法的解釋權就竟然落在這個稱為人大的政治機構那裡，而且呢原意本身呢人大釋法本身的原意在基本法上面寫了呢，就是由香港的終審法院去到提請的。但是呢在現在這個威權時代底下呢，政府當權者做的做法呢是一步一步咁樣越嚟越過分嘅，本身咧就話要終審法院去提請嘅，而家咧之前咧就變成香港政府直接去提請，而家直情連香港政府都唔使啊，人大咧自己幫你主動幫你釋埋法嘅呢一個，咁呢一個亦都見到呢一個釋法咧，呢一個制度係不斷係被濫用啦，亦都係一種好明確嘅政治動機喺入邊。係啊，即係任何權力咧，我哋都有相關嘅程序係要去遵守嘅。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權力嘅腐化、權力嘅濫用。我哋見到人大釋法，可能我哋本身都覺得釋法權應該喺終審法院度嘅。咁你有啦 ，OK 啦，基本法158條寫到明嘅程序，你又唔去跟喎。咁呢個正正就係顯示咗香港嘅法治咧，我哋見到越嚟越進一步係被削弱，進一步被收窄。法律有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就係佢要寫得明白，任何被法律限制嘅人，我哋市民。
我哋要係清楚明白啲法律條文點解，同埋佢要預見到自己係咪會違法做，當佢做埋一啲行動嘅時候，呢、這個先係一個法律當中好重要嘅元素。但係呢啲咁冇限制、咁濫用嘅釋法咧，其實造就咗其實市民根本都唔知道法律點樣嚟，佢都唔知道啊，原來我今日做呢樣嘢合法，但下一秒可能變成違法喎。咁樣對於法治嘅制度咧，個破壞係非常之大嘅。而最近的一次釋法呢，就當然是要講到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呢，都包括你啦，就是有六位立法會議員呢，就、民選立法會議員他們被取消議員資格。那為什麼會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呢？那這個也都涉及一個釋法，今次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叫做追訴權。因為本身呢、六位議員他們都是在、就是、立法會選舉之後呢，九月的時候咧係進行咗，十月的時候咧係進行咗宣誓嘅。咁但係佢哋喺宣誓之後咧，正常如果你譬如你想修改一條法例，咁嗰個修改嘅版本咧，應該就喺佢正式修改之後先至係有效噶嘛。但係人大釋法就唔係嘅，因為人大話點就點啦，北京話點就點噶啦嘛。而家咧就變成其實佢哋係先宣咗誓，然後人大咧就因為覺得哇呢啲人宣誓唔得喎，我要踢佢哋出議會喎，唔可以有呢啲意見啫，議會入邊嘅最好全部都係舉手機器咁啊，就想踢佢哋走，所以就進行咗一個釋法。咁而呢個釋法咧就可以追溯翻係佢哋以前進行的一個宣誓入邊，呢、這、一個有追訴權的一件事咧，亦都非常之違背我哋一直相信一啲喺法律上面一啲好基本嘅邏輯同埋原則。所以我哋講話前兩年啦，即係2016年年尾啦，去到2017年啦，即係香港係有法治風暴嘅，因為人大釋法去 DQ 議員，係透過人大釋法嘅呢個權力，係夾硬將選民嘅選票作廢咧。呢、這個對嘅你嘅法治同埋制度嚟講係造成咗好大嘅破壞啦。但另一件事，我哋一地兩檢嘅實施咧，都一樣係對我哋法治咧帶嚟咗非常之大嘅破壞。一地兩檢當然係、大家會具爭議性嘅題目啦，可能會有人真係覺得啊，好似政府所講方便快捷，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咧，都係佢係點樣去落實，點樣去實踐。我相信就算譬如話好多電台都有講羅應鑑資深大律師，佢都會覺得啊。可能高鐵真的會方便到他、哦、但是從一個法治的專業角度來說，他是覺得不能夠接受的，就是因為他完全是架空了香港整個法制。剛才我們所說到，因為、人大或者北京是為了 DQ 民主派的民選議員要進行釋法，但一地兩檢的情況之下更加嚴重。釋法話曬，雖然佢好過分，我哋亦都覺得係唔啱啦，咁樣去利用或者濫用釋法呢一個制度。但釋法話曬都係基本法上面有寫嘅一個條文或者一個程序啊。但係今次喺一地兩檢嘅事情上面咧，直情佢連釋法呢個程序都唔用啊，呢個法律嘅程序都唔用，佢就直接咧整咗一嚿嘢出嚟啦，就叫做一地兩檢合作協議嘅一個人大決定，就好像當年有個831決定一樣，是連釋法連一個法律程序都不是。那這個很明顯呢，他就是想在香港這個既定的法制，這個基本法以外，北京自己做一套呢有利他自己，也有利去牽制香港人的一個遊戲規則，自己創造了一套新的遊戲規則出來，然後呢去迫使香港市民、整個香港社會咧，去到跟隨，就好似你要睇一場波咁樣，點知其實個球證咧都係其中一隊人嚟嘅咁樣。咁呢一個好明顯就見到嗰一種，佢想用強權去到壓制，或者去到壓制香港人嘅權利啦，或者去到將香港人嘅政治權利越嚟越收緊、越嚟越權制嘅一種即係表現。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有法治觀嘅地方咧，最重要就係一套清晰嘅法律，大家可以跟從。即係所謂嘅有法可依，咁但係人大常委咧呢、這個真係非常之犀利，佢竟然係可以透過一個完全唔知道喺邊度有法律基礎嘅一個人大決定，然後佢係可以將一個佢都講唔出有乜嘢法律基礎嘅一地兩檢喺香港實施，咁呢個對於我哋嘅制度嚟講，我哋揾唔到法律係可以跟從推行一個咁重要嘅政策，將我哋嘅司法管轄權，將我哋領地啦，係去劃出去。這個是非常之大對於我們制度的一個傷害，所以大家試想一下，人大釋法他都說可以講一條法例出來，他都叫做有個權，大家覺得他有多差都好，
咁佢攞落跌咗落地下度攞翻扎沙，但係人大決定係根本係憑空出嚟嘅，就算佢自己咧都係講唔出根據基本法邊一條嘅，即係我都鄧袁國強慘啊！佢一開始都話有20条啊，都求其作咗一條出嚟啊，但係人大常委會話唔睇啦，即係我覺得我嘅決定就係最終嘅決定，唔需要法律。所以即係大家見到一個現象就係原來北京佢覺得想做啲乜嘢，喺香港係開橫行無忌嘅，係法律都唔使要嘅。咁呢個對於香港嘅法治咧，帶嚟另一重新嘅傷害。我覺得而家北京同埋人大嘅做法咧，好似翻返以前嗰啲帝制咁樣啊，即係其實係冇制度嘅，冇法制嘅，即係就係我制法律啊。係啊，你只係跟從神職法律。係啊，冇錯。即係而家好似翻返以前有帝制時代咁啊。咁好多人咧都會話，咁究竟而家一地兩檢喎，北京夾硬要推行啦，或者可能大家可能平時以往可能前嗰排咧一兩個月前都會喺扭開電視咧都見到新聞，就會有呢個高鐵嘅廣告啊，就話。